开始。那基本上，如果这一年我来上过爱好课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了，就是我叫邓木凡。那网络上名称之一是六斗，这个字是那个某个小说人物的名字，其实它是个日文字。那我本人是从2007年初开始用 Verse， 然后用 Ruby 这样，然后也有偶尔写到一点 Sinatra。那目前我个人是自己开一个网站，那我们网站的那个工作室的名称叫做躺累，这个躺累的意思就是要躺着做某件事情，就是跟钱有关系的。那所以像这两个网站是我们旗下两大的免费论坛网站。那介绍讲义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网址上会看到那个有个连结，这样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讲义。如果等一下如果要看讲义的话，就是从那去下载就可以了。它会连到上面有连结，会连到 SkyDrive， 应该可以有。然后我们就从 Ruby 这个程式员开始。那 Ruby 这个程式员呢，它就是一个 Script 开放源代码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非常路线导向的程式语言。那这个程式员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程式人士人比较 happy， 可以做事情。所以他希望就是能够越简单越好，程式码可以不要写那么多，然后也尽量不要重复写同样的东西。那他基本上他的原始的用意是想要改善 Perl， 所以他会有些 Perl 的特色在里面。那最简单的就是 IRB 这个东西，就是互动式 Ruby 界面。那所以等一下就可以开始来练习，这样就是在命令列上打 IRB， 然后你打的每一行字，你每打一行程式，然后按下 Enter， 都会在下一行输出上面这一段的最后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来测试的。就是在前面来讲，就是并照惯例是要讲一下编年系的事情，我刚忘了。就是编年系就是在上面的话，就是用 GDIT。那如果比较方便的话，就是要按右键加入面板，那就会加到上面的面板上。然后终端记忆也是一样。终端记忆是给它加到面板的话，就比较方便启动。那至于进去调颜色什么的话，就是看个人喜欢这样。那还有就是中间有问题的话，就是可以随时问我这样。就是有问题比较好啦。那接着我们要先说明一下，就是 Ruby 这个程式语言，它是直译式，然后它是所谓的强行比，就是 strong typing 程式语言。那为什么说它是 strong type 的程式语言呢？因为在上面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一个整数跟字串相加的状况下，它是会犯错误的。不会像 PHP 的话，就是自动帮你转，然后就加上去，所以它算是强级别语言这样。然后整数就是整数就是整数，我不知道怎么说。然后浮点数也是一样，那基本上这就是跟每个语言都差不多了。然后等下讲到一个后面讲到一个重要，就是说输出有分，原来上次主要是用两种，就是 push 和 p。那 push 和 p 最大的差别是说 p 是一个 debug 用的东西，它是把你这个物件的状态输出。那 push 就是纯粹把你这个东西的结果的自创化输出。因为如果这个结果它有，它虽然它不是自创，但是它有 toString 这个函数的话，
它就可以，它就会把 toString 这个函数的结果输出这样，然后会换行。然后接下来还有用到就是输入，就是 guess。那 guess 这种东西就是在 C 里面应该大家都，如果用 C 应该大家都常用，就是反正就是它会得到你输入大家加 enter 为止的内容，然后它会把你按下 enter 它换行符号也输入进去，所以最后你叫 guess 点 chomp 这样就可以把那个换行符号给跳开。那这是一些简单的四则运算，反正就是加你乘除啊，这个部分每个程式也都差不多。那有个重点就是说，浮点数和整数一起运算的时候，最后结果它是会帮你弄成浮点数。那当然，这是一些简单的范例啦。然后再来是字串，字串就是用双引号或单引号刮起来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字串。这个程式码这个中间写了一个错误，就是不小心包多了三个字在上面。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 RB， 然后输入字串。就是字串的建构是有分单引号和双引号，那主要的差别就是在单引号里面的单引号里面的建构字串是没有办法插控制字元，所谓控制字元就是换符号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双引号的字串里面可以在内插别的变数，这个后面会有说明，这样就是可以在字串里面把别的变数加到里面去。那这边有个特性，就是字串是可以用加的，但是不能用减。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中间那一行那个 CONCAT 这个东西跟加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如果以使用上来讲 ，CONCAT 的 concat 这个函数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字串相加，如果它是用加符号的话，它是两边都同时复制一份，然后再加到新的那个第三个，等于说你同时之间会有多生出一个变数，就为了把这两个相加的结果放进去。那 concat 的话，就是 concat 的左边的这个字串，把右边的字串给加进去，是不会生出第三个变数。这就是有一点差别所在。这当然，如果一般来讲，大家比较直观的会想加，但是就是里面就是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 concat 的它占用记忆比较少。然后这样看到，如果是用减的话，就是会发生错误。然后再列举一点字串的函数，像 length 的话，它有同一函数就是 size， 然后 strip 这个函数就是左右去空白。然后以上这些函数都有一个有惊叹号的版本，那有惊叹号版本后面也会大概提到，它主要的差别就是说有惊叹号版本会把这个使用这个惊叹号版本函数的字串本身给破坏掉，就是说你如果 reverse 有加惊叹号的话，这个 var1 点 reverse 如果有加惊叹号的话，那 var1 本身它就会被改变，如果你只是没有加惊叹号版本的话，它就只是生出一个新的字串，它旧字串原本字串并不会被改变。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格式化字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几乎什么程式语言都有，就是 printf。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风格介绍也跟 C 是几乎是差不多，就是版本 BS、版本 D、版本 F， 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就是让你格式化输出用，就是遇到那种什么你要你的那个整数要前面要几个零啊，或是你的浮点数后面要几个零这样，这时候它就是主要要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那这边稍微有一点范例，例如说
一般的说法，一般的状况就是只有百分只有一个百分比 D 或百分比 S， 然后到后面就是接你的变数。那如果像 0.5 D 这种状况，就是它会塞满到五个资源为止啊。没满地方就是原本没有的地方，就是给它塞零。那它的浮点数的话，就是它会往右边塞。如果是在点后，就是点后面点右边，就是 3.5 的话，就是左边3，右边5啊。然后现在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其实后面都这我练习大部分后面都有解答，反正就是输出一个询问名字和年纪的讯息，然后在画面中秀出这个结果的对话，这样。那大家可以稍微玩一下。哎，不好意思，就有几件事情，就是刚就是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讲，就是。就是执行的部分，就是就是简单说，如果你打出一个档案，你想要执行它，那也就是 Ruby 空格，刚你打那个档案就可以执行。那至于这个档案副档名叫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那至于会叫点 RB， 这是一个惯例而已。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编译器的地方就是可以按 F9， 预设状态下应该是这样，就是没有档案窗格啊，如果你按 F9 的话，就会有档案窗格，这样子会比较轻松一点编辑。然后我们就继续，然后这是刚才的练习，那这练习就是你先输出一行文字，然后就是询问这个问题这样，然后。就是你把 guess 点 chunk 指派到一个变数里面，然后后面就是把字串组合起来，就是这样。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人刚才指向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变数一定要是小写，这个后面会有稍微提到一下。然后韩世明的阶段也都是小写。然后我们就，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这样。然后这边有个 Ruby 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完全彻底物件导向语言，就是它不会像 C 一样有所谓内建型别这回事。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数字或是字串都可以在后面接点什么方法这样。这个就是它，这就是它是物件导向一个证明。那这个范例里面的第三个执行是 ABC123 等于 string 点 new， 因为实际上当你宣告一个字串 ABC123 的时候，它就等于是右边的这同样的意义，它只是一个简略的称呼，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它是不是相等，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它就会不会出这样，就是因为它真的就是相等。最下面这个5点 times 是就是所谓的迭代期，这个后面也会稍微讲到，它就是这个点 times 就是很单纯，就是再把那个像那个大括号里的东西执行5次，所以就会在画面上拼个5次这样。然后现在从变数的范围开来讲的话，就是区域变数最基本的话一定是小写开头。介三应该是全部都有消息，所以刚刚翻译之后也是用区域变数，然后权益变数是用前字号开头，那权益顾名思义就是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用得到。然后现在讲到就是刚刚我稍微提过，就是自串里面把变数插进。就是内插变数的方法，就是用井字号跟大括号刮起来的地方，你如果里面是变数的话，它就会以赚它的那个 toString 的这个函数的结果，然后跟字串跟你这里旁边的字串缝在一起，这个是结构上是最常见的用法，因为它比较方便，就比较最让它直观了、啊。然后这是一点简单的型别转换。
就是说，当你自串跟数字如果要做，就是有的运算的话，那你就是要做的，要记得性别转换这件事情。就是刚刚提到，因为 Ruby 是一个强性别式的语言，所以介上类别不对是一定会犯错误。所以你当你是数字要转自串，叫点 toString 或 TOS 或 TOSTR 这样。那反过来说，自串要转数字叫 to 底线 i， 那转浮点数字 to 底线 f。那如果你的整数跟浮点数要做运算的话，通常安全的话就是会叫都 to f， 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你运算的一致性。然后再来讲到是常数，常数理论上就是宣告一次之后就不会被变更的东西。然后它一定大写开头，然后大写开头之后中间还是可以再有大写。然后比较诡异的就是说，虽然说理论上常数是不可以重复宣告，不过 Ruby 里面它只会出现警告，但是并不会发生错误，然后这件事还是可以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比较诡异的地方，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实际上最好是不要这么做啊，这会有一些困扰。然后最像这两个 Ruby 底线 platform 跟 EMV 这个全大写的变数，它算是一个算是 Ruby 里面算是魔术，这叫魔术资源还是怎么样？它就是会把你的平台跟环境讯息 ，EMV 就是把你那个Unix 下面的那个环境变数的东西，它会弄成一个 hash， 就是后面讲的 hash， 反正就是会把你环境变数的东西弄在那个变数里面，让你方便去使用。应该这是常数啊，所以这个常数里面的东西通常执行期间不会被改变。然后再一个观念也是 Ruby 跟别的语言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所谓 nil 这个东西的概念。就是空值这个东西，它就是空，然后所以它不是零，也不是空字串，也不是 false。所以下面这个表示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如果你要把 nil 这个东西跟 false 去做比较的话，它会跟你说的不相等。同样的空字串也是一样，这是从别语言过来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大部分语言 nil 跟空字串都是相等。然后就是刚语，可能这个要早点讲，就是这是注解，就是警示号开头，所以写到后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不会执行。然后再来是阵列，阵列这个 Ruby 的特色就是说，它有类似多维阵列，但又不算是多维阵列的东西，它就是阵列里面有阵列。但是一般有人概念上会把它视为是所谓多维，不过它就是阵列的一个方式。然后它也是有 reverse size length 这些东西，它这个还是非常多啊，就是红色这段字的那个网址就是它的基本说明文件。然后最下面这个东西 flatten 的它的特性就是它把原本里面阵列里的阵列再把它拉出来，就是变成平坦化。所以这个这还是名字叫 flatten， 这个算蛮常会用到的，但是它是没有反过来的东西，就是没有把一个阵列再切割成多维阵列的东西。不过你可以自己写的是，然后这是一些基本的索引操作方式，就是因为 Ruby 阵列就是用这个括号。这叫小括号，叫什么？那叫小括号，就是用小括号作为它阵列的那个取得索引，就是索引方式。那要注意中间这两个，就是两个点跟三个点都不一样。两个点就是取得这两中间，包括它这两个本身。那如果三个点的话，右边的那个是取到右边那个减一为止。这个有时候就是看编程式，如果没注意到，就会就是会踩到地雷之类的。然后最下面那个逗号就是由 n 开始取得
前面长度的个数。然后是一点操作的，就是范例，所以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2.3跟2.3.4三个点四，这是结果都是一样。然后从二开始找两个元素，还是跟上面两个都是一样。这是一个就是稍微是范例这样。然后阵列也是可以相加，其实阵列相加原理跟字串有点像。那它相加就是把它缝在一起，那 concate 也是一样，所以字串跟阵列是有不少互通的东西，但是也不是完全互通。然后再介绍一些也是常见的阵列函数。那第一个这两个，这两箭头的话，就是把右边的这个东西加到左，推到左边这个函数的最后，左边这个阵列的最后面。然后 push 的话跟上面是相反， push 就是所谓先进后出嘛，所以 push 就是从，就是会加到，push 跟上面是一样，是 shift 跟上面的相反，不好意思。然后 unshift 就是从。然后 shift 就是加，从就是从头加上去啊。那反过来 shift 就是从头剪过去，剪过来。所以 pop 是从后面取，然后 shift 是从前面取，就是 pop 跟 push 就是所谓那个数列，然后 shift 跟 unshift 就是一般所谓的，就是一般的从前面。就是前后的差别啦，这样。然后是现在讲一些字串跟阵列比较共通的方法，操作索引部分几乎是完全一样。然后中间这个东西是后面会讲到，就是 each 跟 map 这些所谓的迭代性函数，然后再就是连接逆转这些相关的方法，它是相同的。然后这是一个示范，就是说如果取得字串的字源码，就是点 bytes 再点 TOA， 这个如果只有点 bytes 的话，它是会取得它的迭代，就是在 TOA 在 TO 底线 A 的话，才会把它画成一个真的阵列。那什么是迭代，后面会讲到。所以如果你是要用一般的方式去取得它的字源码的话，就是这个方法。是其中一种。那第二行的意思是，第二行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它的第几个元素这样传回来的话，它也会传数字给你。不过这个基本上都是处在你是用 1.8 和你的字源没有，就是你的字源都不是双位元字组或是 UTF-8 的状况下，就是如果你是中文字的话，这个东西会稍微有些问题。那有像瑞尔斯，它会有一些加料，会把你的那个取代成会传回字，传回真的传回那个字。不过一般状况下的话，就是这个情形。然后再來就是杂凑，就是所谓 hash， 这个也是在现代比较新的语言中，几乎就是基本要素了。那杂凑就是，简单就是有用变数当做阵列索引的阵列，就是可以这么说。然后它的索引方式跟阵列是一样，只是传进来的东西是你那个杂凑的那个 index 的这个东西。它通常它都是字源，它通常都是字串或者是 symbol。那什么 symbol？ 等一下我会讲到。然后现在就是要讲到 symbol 这个东西，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不会变动的，唯一变式。那这下面的翻译是有介绍的概念，就是说，在 Ruby 里面由于什么东西是无解，所以它都会有一个点 object 底线 id 这个函数，这有点像，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有点像 C 里面的指标。这是讲到就是它现在在 Ruby 的这个记忆体，就是你这个 process 的记忆体区块里面，它是站在什么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你自串如果重复宣告，就算它内容是一样，就是像最下面这两个，这两个 A B C， 它内容是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它的 ID 是不同的，就是表示它是在哪个位置，就是各在哪个位置啊。但是你那个上面那个 A 冒号 A B C 这个 symbol 的话，它的温和它永远在你的 plot 在同一个行程之后，它永远都是同样的 object ID。所以你如果用 symbol 去做辨识的话，就是可以保证它的唯一性。还有就是，你如果减少，你如果多用 symbol 少用字串的话，也是可以节省掉一些记忆体。然后还有宣告方式是冒号开头字元。如果你有字串的话，可以用点 to 底线 sym， 然后把它转换成 symbol。我这有的时候在做那个 hash 的索引时候常用到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点示范了。然后就是在 hash 里面，你用字串索引跟你用 symbol 索引，虽然它里面的字是一样，但是还是会被视为不同的东西。然后再来是一点基本流程控制，就是大于小于，这些它不等于的话，就是惊叹号跟等，然后等于就是要两等，如果这一个等于，那是就变成 sign， 就是这点跟西是一样。然后 and all or not， 就是 and 跟 all 就是都是两个字元，就是两个 and 的那个字元或两个 all 的这两个一直杠字元组在一起，就是在。if 这些表示是这些控制表示条件的时候来用，那 not 就是 not 有个用意就是说，你如果有个东西是真，那你 not 它就会变成 false， 这也是在表示的时候用得到的。然后其他的结构控制最基本就是 if unless 跟 case。这三种 ，if 就是最大家都很熟悉嘛，那基本上不需要做什么括号，然后重点是它有 else if， 这是 elsif， 不是 elseif，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就像我会常打错字，不过我自己很少用 else if 啊，通常用的多的话就想办法用。case 也解决掉，那这是一个很白痴的一段程式啊，就是问你月薪有多少这样。那 unless 的话，基本上它是跟 if 是一样，只是 if 里面的条件在前面加上一个惊叹号的感觉一样，它就是反过来条件，但是它没有 else。然后 case 这个东西就是每语言都有，只是有的叫 switch 这样。那它的表示是就是 case 中间是用 when， 然后最后一个所谓的有的语言叫 default， 它就叫 else。然后，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一定要值完全相等，它这个中间 when 这个东西是可以接型别，型别的话就是说，像这个范里面就是说。它是什么型别来当做这个判断标准，所以型别这个东西，因为你要用型别的话，型别是大写开头，所以你当看到大写开头的话，它如果不是常数就是型别，通常来说的话，就是按这段程式码就是辨别你输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进阶的用法，就是它就是简单说就是把 if 跟 else 的结果把它三行至少要三到五行容易把它变成一行，这个很多程序员都有，但是刚初学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用到它，但是它的特色就是说前面是一个表示式，然后这个表示不论你表示
的这个里面有没有问号，你后面到这些空格接问号，然后开空格，然后最后就是有 true 跟 false 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其实是要括号了，但是如果你的那个最后 true condition 跟 false condition 它是回传值，就是只有它的回传是它这个运算是单纯只有一行的话，那通常是不用括号，就是可以把程式码写得很漂亮、很简洁这样。这个就是写久的人都会有这个习惯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各种回圈，这是一般性来讲的回圈，就是五大类的做法。那第一个就是纯粹用一个数字点 times， 就是做几次。然后 for 这个是最常见的，然后 for 里面的那个两个点和三个点就跟前面的意思是一样，就是有差，这也是要注意。不过在 Ruby 因为很少，应该是很少去用 for 啊，等写久之后大家都不太会用 for。那后来我还可能会用到一点，或 until 这种。那的用法也是，其实跟一般人的大同小异。那就是要它的那个也有 next 跟 break， 那 next 就是跳过从 next 以下到下一次回圈的中的程式，直接再从下一次回圈下一次的头开始。那 break 就是直接跳出啊。那 loop 这个东西是没有条件的，所以 loop 就只能 break 了。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说，每次都抽出一个元素，然后直到它变成空的位置。所以 empty 问号这个阵列的函数就是看它的阵列是不是变成空的，空的不代表 nil，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会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你像那个刚刚前面讲到那个新包，如果说摆是一二三，他如果把他那个改成，比如说再把那个新包后面的那个就是把成四五六这样子，那个跟新包用不用新包有关系？就是例如说把一二三改掉这样，就是。前面用 symbol 指定，但是后面把改数字改掉，这样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刚指的是索引的部分。对，那就是索引，就是说你只要索引到同样的东西，那改了值就是改了值啊。对。那只是刚讲中的是说，你刚看这个例子里面有 A B C， 有冒号 A B C 跟自创 A B C， 那这两个是不同的索引，是不同的元素啊。对，这个主要是这个差别所在，因为。尤其当写 Redis 之后啊 ，Redis 它有些地方，它把变数明明是自串做索引，它会硬把你变成 symbol， 然后写久了就是会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啊。这个就是会，等于说 Redis 把大家养太就是养太爽，就是有时候会忘记这件事情。那这边只是一个观念上的厘清，就是说，但是很多时候都还是有差。所以，当你的变，如果你用变数去当这个索引的时候，你这个变数是自串或是 symbol 就很重要，所以就适当要转型，就是转 to s 或 to c 去做转型，对吧？因为它只做索引，反正就是索引到了这个，也就是等于箭头后面的值被改变，那这个值就被改变，但是索引本身是不会被改变的。就是在这个 hash 还存活的期间啊，但是你可以有很多办法，就是你可以 hash 有很多函数是可以，就是说可以把这个 index 也是给消掉之类的，还是可以把它值拿它消失啊，那这样它就会变null。那这边再继续的话，就是说。这是有点重复刚刚的概念，就是这个重要，就是只有 nil 和这，但是在 true 或 false 的状况下，就跟刚 nil 不等于 false 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在你做比较式的时候 ，nil 跟 false， 就是如果你是要
衣服什么，然后你都不加任何东西的话，就比方说只要这东西是真，它就是真。但是如果它是 new or false 的话，都算是 false。在这个状况下，它会被视为同样的情况。但是状况是空是算了零还是出，空这里也是出，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猜数字，然后后面是有解答，然后就是用一个有一个函数叫 rand 的括号，然后这个数字，然后就会产生在这个数字以下的一个乱数。然后简单说就是你先用在程式里先用 rand 产生一个数字，然后你这样你在一直回圈之下，就是用 loop。就是在一直 loop 的状况下，在里面去 guess， 就是你去输入一个数字，然后再猜做猜数字的动作。那你可以设定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它跟你的数字差很多或差不多的话，你可以写什么句型，就是做一个就是简单的小游戏啊。那就是现在，所以就是现在开始练习。那有问题的话再问我，快速教的。哎，这是刚刚那个练习的这个答案这样。那这个就是说，简单说可能只猜五次，五次没猜对就算了。那这边有个重点是在那个写输入一个数字的下面那一行，就是这个 Ruby 有这个特色，就是它的方法是可以执行完之后再传给下一个方法去执行。所以的话，就是写起来比较方便，这是 Ruby 的特色。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先得到一个数字之后，先看你有没有猜对，他猜对就 break， 他没猜对就是看差多少。那当然，这个等这个式子就是顺序的问题啊。所以是 if 跟 else 的顺序，就是会决定。这个程式有没有写对的关键，所以就是先从大于十，然后再从十到一，然后再从那个负，再说有没有负超过十，然后最后就是负十以下这样。这个程式大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是接下来是稍微提及一下正位表示这种东西。那正位表示这种东西，就是如果要讲的话，可能可以讲一两天都讲不完。所以这边只是大概讲一下它的表示是怎么样出来这样。那最基本的宣告方式就是斜线，两个斜线中间。然后它的样式基本上比较像 Perl， 但其实正位表示大部分都大同小异啊。差别很小，那这个翻译就是一个电话号码的筛选，所以透过这样筛选之后，括号中间的东西就会被筛选出来，变成前字号开头的123这样，它就会变成那个变数。不过当然这些这样抓下来之后都是直传，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翻译而已，就是。因为没有打算在上面招募过多，不然就真的会讲很久很久很久。后面一直应该也暂时还不太会用到这个东西，所以就看就好了。那如果已经有在别的程式上写过这个表示，应该这种东西就是轻松轻松，因为几乎都是一样的东西，连那个 scan 或之类的函数都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是讲到方法，那方法。这个就是所谓媚色的，就是物件导向里的东西，就是所谓方法物件方法。那方法在 Ruby 里面来讲，就是一接收者分为 三大类，就是实体类别还有函数性。那接下来会稍微介绍这三种差别。那主要的就是依照什么点方法，就是点前面的这个字，它是什么东西来决定。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点。那最我
我刚刚所看到的几乎都是所谓实体方法。那实体方法就是说你是已经有某个物件做出来的这个实体，就是 instance。它的是由这个 scope 下的方法，就是它的范围，只、就是刚所谓的接收者。所以你如果是在全，如果你是在实做这个方法，就是你在写这个方法的程式的时候，它里面的 self， 等下在写函数的时候就会常用到 self 这个东西。它的 self 就是物件实体本身。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大范围就是 instant method。然后类别方法是类别本身的方法，所以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大写开头的东西，然后点它方法名称这样。那这个翻译就是 date 是一种物件，就是日期物件，点 today，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返回今天这个日期的日期物件。那它开头是 date 这个 class 本身，所以它就是所谓的类别方法。那类别方法就是跟实体方法不一样，它就是当你在写类别方法的时候，里面的 self 就是类别本身，它没有实，它就没有实体。然后再來就是函数性的方法，其实函数性方法就是所谓没有接收者也可以执行，就是没有点前面的东西，但其实它并不是真的没有接收者，只是它透过很多方式被省略。例如说，如果你 include 在你的 scope 里面，在你的程式方法里面 include 某一个模组，然后你在这里面在你宣告了函数里面再用它，那种状况下，你 include 的时候就是已经把它命令空间包含进去了，所以就等于是你写任何函数前面都已经包括了，都自动把那个接收者加在前面，它只是。不写，它就是自动视为是那个接收者。那一般来讲，我们用这种所谓 SpringF 这种 push 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通常它最上面就会属于一个叫 object 的类别，因为我们万物都是从 object 这个东西衍生出来，所以你不在任何范围之内去写这个 object 的东西，就是你那个范围就呼叫 object 下的函数，那它都会可以执行。因为大家都是衍生自 object，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然后接下来就是定义函数这件事情，然后就是 define， 然后函数名称，然后再括号变数，然后 end， 然后中间处理就是 end， 然后介上它是跟 C 一样，就是会 return， 但是如果不 return 的话，如果你没有在程式里面写 return 的话，就会用最后一个。预算式的结果当做 return 的值，这是可以省略性的写法。所以像下面这个范例来讲的话 ，SpringF 它就是产生出那个结果的值出来，所以这个 hello name 它就会把这个 hello， 然后接下这个 name 的这个字传回来，这样等于是前面加 return 空格是一样的意思。这在读别人程式的时候，常会遇到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 return 的情形，就是这个造成的。然后就是定义函数的参数，那参数就在括号里面，然后你可以设预设值，所以就是第一个例子 times 等于10，就是 times 的值就预设就是10，但是你可以，你这个有省略的。就是一定要在最后面，就是你不可以在前面，否则的话就会出错，因为它这样没办法辨认，你是不是可以省略那一个？到这份 OK 吗？然后再接下来是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函数，如果你是以问号跟惊叹号结尾，它会在 Ruby 这个程式里面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它是一个惯例，但它不是那种绝对性的限制，就是说你可以不遵守它这个惯例。但是介上你，但介上在写 Ruby 的程式，尤其是写函数给别人用的话，都绝对会遵守这种惯例，
就是所谓你的韩式如果后面是问号的话，它一定会传固定，一定会传 true or false， 就不太懂，通常不会，了不起就是 neo 啊，通常不会有第四种。那如果是惊叹号的头哈，就是刚刚有提过，就是说惊叹号会改变接收者本身，就是这个差别。这下面例子那个 flat 应该是要写惊叹号，就是我没有大号。那接上加惊叹号之后，它本身就会被改变。如果你前面是已经新的已经宣告变数的话，你会发现过那一行之后，它本身的值就会被更改。如果没有的话，它只是把那个值回传给你接收的人而已，就是最后等号左边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这对于同步电脑项目可能就已经很习以为常。那就是稍微提起一下物件导向这个概念。那简单说，类别和实体这两个东西是，类别就是模子，实体就是用模子印出来的东西啊。然后还是回到重点，就是 Ruby 的万物都是类别，也可以说它都是某一个类别的实体，就算是 Object 也是某一个类别的实体，就是叫 Class 这个类别的实体。所以你几乎什么东西，你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点 class， 它都会返回它原本的 class 给你看。然后接下来就是定义类别，就是开始到了物件导向。那定义类别就是有所谓的建构式，然后建构式就是上面这个 initialize， 这个名称是固定，就是基本上不可变。所以你不能去叫别人用别的函数叫 initialize 来做别的事情，它就是建构式。建构式就是你当你 new 的时候 ，new 就是呼叫 initialize， 然后你这个 new， 你这个 initialize 里面的变数就是 new 的时候要传进来的变数。然后你会看到有那个新有那个小老鼠，然后的变数名称就是所谓的物件的实体变数。这个变数的存在是基于它这一个实体，就是说你宣告像这个 duck， 如果你宣告一千个的话，这个物件是里面就是有一千个。然后实体方法里面就可以使用实体变数。那如果你没有方法会把实体变数传出去的话，那基本上外部人只能把它存取一个所谓的内部的实体变数，它算是一个私有。所以刚这个方法，这个跨，这个是鸭子在叫，就是如果你 push 它的话，就是它就是把 name 这个实体变数加上 quacking is quacking 这样支传出来。这是刚讲建构式，然后我们继续提到。定义类别，那因为它有两个小老鼠的这个变数，就是所谓的类别变数。那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可以看到 name 等于跟 define name， 这是一个传统的写法，就是我们通常会把某一个所谓的某一个实体变数把它公开的时候，就是会写一个它的赋值和它的传值出来的。两个函数，那这个东西在 Ruby 也是有简要的写法，这个后面这个应该等一下就会提到。然后最后是看上面的这个，再下来是看到下面这个 self 点 amount， 这个东西就是刚刚讲到上面的所谓的类别变数，类别变数就是说你这个物件不管宣告几千几万个，它都是同一份那个值，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当你 initialize 的时候，你看到在 initialize 的函数第二行，这个小老鼠 amount 就会加一，加等于就是它也是加一这样，就是说你生出多生一辆车，这个数字就会加一，所以你生出十辆车，那个数字就是十。那 self 点 amount 就是所谓宣告物件类别的函的这个方法，那物件类别方法就是。它的范围就是在这个物件类别本身。
所以当你返回这个 mount， 就是把这个到底有几辆车这件事情，就是传回来这样。所以下面，所以当你下面已经建了四台车的时候，它就显示说，它最后就会显示现在有四台车。那每台车名都不一样。然后刚就是讲到说，这个所谓标准的写法，那你有办法把它简化，就是把刚 define name 等于跟 name 这两个函数简化成 attr/xlaser， 然后接这个 symbol， 基本上这应该是一定要 symbol， 就是把 name 这个东西跟你一建这个东西之后，就等于右边，对，就等于右边的。那个 define name 跟 define name 等于这两个东西等于就是直接取代它。然后这类还是有三种，就是简单说有可读写、跟只可读、跟只可写三种。那这个一就是很明显，就是说可读写就是刚刚讲，就是有读有写的函的外部公开的那个实体函数，这样就实体方法。那只有可以写，就是只有等于的那一个；可以读，当然就是反过来，就是只有读那一个。但这个实体变数在你的，这是小数，这是属于一个小数开头，这个在你的无界里还是一直存在，只是在有没有公开方法，有没有公开的存取方法这样。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消灭吗？可以啊，就是你把它等于 nil， 它就消灭。不过它跟别的程序也不一样，它没有像 C 的那种所谓结构式啊。先解 C 加加之后会有所谓 destructor， 就是做，就是当你物件要消失的时候，它要做一些收集你物件相关资源，你要自己去销毁。那 Ruby 它有个所谓 garbage collector 的机制，就是。当比如说你把那个东西给 Neo 的时候，它的气体不一定是马上就消失了。但是 Ruby 的这个气，这是所谓 garbage collection， 就是垃圾管理机制的话，垃圾集合管理机制的话，它会在它觉得需要真的把东西抹掉的时候，它会抹掉。但是对你程式来讲，你只要设定 Neo 等于 Neo 是同时在你的程式就是已经是消失了。所以没有办法知道现存的实体的构成是什么。有类似什么有类似 benchmark 的东西，可以知道你现在占了多少记忆体啊？但是应该我是不知道有办法可以就是知道现在所有的变数啦。这听起来我是没听过啦，对吧？然后再就是方法的那个可见可存取范围。就是其实这跟大部分程式语言都很像，就是有三种，就是公开，然后被保护的，还有纯私有的。那它跟有些物件导向语言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它的 protected 跟 private 的差别是在于说，两者都是可以被继承的类别的物件，但是。差别就是在说，如果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就是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子类型的状况下，它可不可以呼叫这样？这个概念有点难懂，但是其实这个用到几率，这个就是你会用到很大，就是你会用到这两者的区别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这个状况是很少，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是不用太在意。这个如果一开始就去研究，会头晕啊，我觉得，对吧？就是他这个是很物件导向，要写到很精致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个差别。而且其实 Ruby 的这些保护机制，其实因为他能够去 hack 已经既有的物件，所以他这个保护机制其实意义，我觉得个人觉得不是很大。就你可以。不停的去复写别已经存在的类别里的东西，然后这边就是宣告的方式啊。那宣告方式就是，
你如果是把方法已经前面那些宣告，然后后面再用 private 这三个，就是这三个关键词，然后再接上它的 sim 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 symbol， 那就是把单一的函的类的那个方法宣告为这三种的其中一种。那你没有任何宣告说，当然就是 public。然后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在上面先加了 public 这个字，或是然后在下面再宣告。那在它以下的如果没有别的宣告，它就全部被视为上面这个宣告的范围。然后接下来是讲到类别继承的事情。类别继承的，就是我刚刚就是有说，就是说 Ruby 里面的话，所有的东西都继承 Object 这个类别，就是说你任何东西，你去看它。你去看它的那个点 super class 的话，它都会有一个通在最上面就是 object 啦。不过 object 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叫 class。不过这一般来讲嘛，就是一般如果不是写到 meta program 里，我不会讲到这个事情。然后这是继承的被继承，就是所谓 super class 和 sub class 的差别。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继承类别的一个范例，就是说车子，就是所谓就是车子有分，就是汽车和机车，因为它都算是在所谓的机械动力的有机械动力的东西的这个，它都继承这个东西类别。所以上面的泰尔斯，就是说它有轮胎，它有几个轮胎，然后下面都会有同样的属性。就是继承的，你会继承上面的负所谓负类别的元素，但是差别在说可能是四轮两轮这样，但是他们都有轮子。就这关就是说 ，vehicle 有很多有 tire 有 tires， 然后 car 跟 motorcycle 都是继承这个 vehicle， 然后他们都所以他们都有轮胎，只是差别在他们轮胎数量不同。是有点概念上，这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些介绍如何去辨别谁是什么类别的事情。那一般用最多就是以死底线额，然后后面接大写开头的这个类别名称，那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这种东西。所以因为车继承是 car 继承是 vehicle， 所以卡它就一定也是一个 vehicle， 然后你会看到它的 class， 它的 super class 就是它刚刚继承类别，但是 super class 这东西是要由你的类别去呼叫，不是由你的实体去呼叫，才能知道它的上层，这是要注意的。所以虽然说 Ruby 里面不是很注重说。这东西一定要是某种类别才可以执行，不过这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拥抱它。这个原因后面会介绍。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进入迭代期的范围，就是刚已经介绍了 for 这些回旋机制，但其实 Ruby 里面大部分用 each， 不会选 for。就是 each 的写法就是有点像有些语言 for each 啊。但是它把它变成一个是函式化的东西啊，所以在函式后面接了一个 do 跟 end 这中间的一个区块，就是叫 call block。所以这个 each 就是把每个元素都走访一次，而走访一次的时候，在这个两个杠中间的东西就是走访每一次它的元素，所以就是会像这个例子一样，就是你走访每一个。再接上去就会显示出不同的字，显示出不同的句子这样。那这个迭代期就是它跟 for 跟 while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寻遍接收者的方法，不像一般我们认知里面 for 或 while 这种东西是它是一个特别。它不会是一个方法，
但是在 Ruby 里面这也是方法。然后它除了接收原本你的这个东西，它除了接收你原本的东西之外，那它重点是它后面接了一个叫 CoBlock， 就是 Do 跟 End 这一块的东西。那它也可以用两个大括号做取代。那这种东西就是叫 CoBlock， 就是也算是一种匿名函数，不过其实叫什么不重要，就是反正就是写久都会知道这个东西了。那后面会介绍这个东西是什么。那 CoBlock 就是 Ruby 的主要特色，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跟它很类似的东西啊，只有有一点像，就是不会太像的东西。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它是一种密，它是一种函数，虽然它是没有名称的函数，但是它毕竟它是一个函数，也可以说就是方法，所以它可以接受参数。而它的参数就是可以由自己决定，所以它说到底它还是一个方法，只是它表示方式比较不一样。那接下来是一些简单的 CoBlock 的介绍，这是最简单的 Tons 跟 Each， 后面接的其实都是所谓的 CoBlock。然后是有一个重要是像那个 Each with Index 的东西，它跟 Each 的差别就是在说它每巡，它在这个阵列里面，就是类似阵列或是阵列的东西里面巡一遍的时候，它会除了它会巡，它会把每个元素取出来，在这个 CoBlock 里面。之外，还会再加上一个是 index， 所以这样可以达到跟 for 完全相等的效果。就是一般来讲，传统的 for 就是你是得到阵列的那个 index。那如果是用什么 for 什么 in 什么这种 for for each 的话，就是只有那个物件本身没有，就是只有阵列的成员本身没有索引。那这个 each 不是 index， 就是两个都有。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这是会很常用到的东西。在这例子是会达到的第几个元素的类别是什么？因为它就是在寻找 x 这个 AR3.15index 这个中间 ，x 就是 AR3里面每一次轮到的元素。那 i 就是它是索引，它是这个元素第几个，就是从零开始。所以结果就会如下所思，就是念这三个就是字串数字跟时间，它就会把它的 class 变 to s， 就是把它 class 名称用字串表示出来。然后这是一些进阶的 CoBlock 的方式，这个是 这也算是 Ruby 的特色啊。就是这第一个是 map 这东西，如果是写网页的话，应该会非常常用到。map 就是说，当你寻片这个，当你在 each 的状态下，然后你每寻到一个之后，你会 return 一个值，然后这些 return 的值可能会造出一个新的阵列。所以你看，把12356在 map 每一个元素都加10的话，就变成11 12 13 14 15 16。这个东西最常用到就是拿来做那个表单的 selector 跟 options 元件的时候，就是你要把某个物件化成 options， 这个东西就会很常使用到。就是就算你每个元素再造成一个新的阵列，那它也就是用阵列堆出来的阵列这样。然后 selector 就是有点像查询，它 selector 中间就是通常都会是条件词啊。就是你只有符合，你只有这一项是有 return 是 true 的东西，它才会加到新的阵列里面去，所以就可以达到是从这里面做查询的效果。还有一个别名叫 find 底线 all， 然后 reject 和 select 是刚好是相反，就是刚好是条件为4的，就是一个是条件为4的才会出来，一个是条件为4的才会出来。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会刚好查出相反的结果。然后第四个就是 sort 的东西是非常神奇。然后它中间有一个运算符，就是箭头
做，就是箭头底线，就箭头等于箭头啊，这东西是露营非常诡异的东西。基本上在你没有加任何东西的 salt 里面不加任何东西时，就等于是现在你看到这个样子。它就是你必须要实际上实做的方式来讲，你必须要在你的类别里面去实做一个函数，就是叫做这个箭头等于箭头这个函数。那它会出来结果就是有零和一，就是零和一的结果就会决定说它往哪里排。这基本上可以把事想这样。那我们其实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太去追究那个关系这样。反正它就是会把，它就是会依照，如果是数字就是比大小，那如果是文字的话，它也是会比大小，就是会拿那个，就是会用自创的比较式啊，就是应该是看它的那个资源码的大小来决定怎么排。所以一般排序来讲的话，几乎都是这么用就好了。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进阶，就是 sort by，sort by 就是 sort 的延伸，因为 sort 只是刚刚讲的，就是说 sort 是用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刚刚这个三个字的这个箭头等于箭头这个东西去做比较。那 sort by 就是你会用它的那个属性再接上刚刚的运算符去做比较，也就是说你是用它的某个属，用这个它的这个 code block 里面的这段程式，它的那个值去做比较，而不是单纯是用那个物那个寻这个寻到了它的物件本身去做比较，就是说同样都是那个方法，但是它的接收者是不一样，这就是以它的 length 作为接收者，前面那个就是以它的物件本身为接收者，就是它的接收范围不一样。所以就会不同结果。那像这里面，你可以直观的想，就是用这个字的长度去做排序标准。然后接下来这个是 inject，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到的东西，就是有点像做加总，你可以把它当基本的做加总用的东西。它这个 callback 是有两个参数，左边的这个参数是每一次，就是说它每一次取。它每次来轮一圈的时候，它的值就是你在这一圈改变它的值，然后它下一圈还是同样的值。那右边的话就是标准一取的时候每次取到的人数，所以这样你就可以达到做加总的这个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你知道把50、15、20、25去加总，就是用这个方法。那再來就是 code block 的另外一种应用，就是说这是在 Ruby 里面，这也算是 Ruby 的特殊状况，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开档案的时候都会取得一个档案指标嘛，就是不管你用什么程式，可以说千篇一律都是这样。那你最后你一定要 close 它，你不 close 它就会造成 OS 之中有开未关闭，就是开启未关闭的档案，那放多了起来就是先会挂掉。那用 Ruby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它挂在这个 block 里面，这 code block 里面，当你这个 code block 结束时，它会自动去关闭，也就是说，你不用去烦，或者是什么时候关，反正它会自动帮你做。这样写法的话，其实是写久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比较安心。那接下来是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先建立一个很多字串的阵列，然后把每个元素变大写之后，然后再翻转，然后再粘成一个新的字串。那简单说就是刚才看 code block 里面 inject 的一种应用。